欢迎大家来到纽约留学社第21次课。那我们今天课程一共有三个内容，继续这个林飞金的这个练习，然后第二个部分是蔡襄的大盐帖，也是继续上一节课的内容，然后第三个部分是赵孟頫的胆八杯。那我们从这个林飞金开始，接着上一行的内容继续往下写。我们上一次写到了这个清这边，这个内呢，因为是接着这个清的部分，所以会写的比较小一些，这个书也比正常的这个书字要扁，这都是他们所在的这个环境造成的。这注意它的闭合的这个结构都是右侧会稍微重一些，包括像刚才这种半包围结构也是右边会偏重。写的时候呢，字句也可以跟它比较类似的去写紧凑一些。上面是这个明，左边是一个木，右边是个月。顿挫明显一些，就是这边要特别的扁，特别紧凑。起四段四连，笔意相连。点画粗一点，就找到它的规律。700年，
人，人写的可以粗重一些。足部，这些都是笔画比较少的字，也都是比较粗重一些的分量。不得。就是这样子往上带，往右上去带出来。注意这几个字一定要写的紧凑，因为它们笔画比较多，很容易写散。之前写的有点偏大了，我们慢慢的可以把这个缩小一些。那这种比较笔画少的字，就是比较粗厚重。
这个白字不是特别的扁。十也是，非常的站立起来的感觉。尺这几个字都是非常容易写的，比较字形比较扁。你看这个大小的差别，这样是不太好的，是要能够一上来能够稳定的输出小的，不要事后调整。我每次一上来写吧，总觉得要大一些，看得清楚，然后写着写着就会觉得写得太大了。然后就开始变小。青丝六两，我觉得不管写大还是写小，输出要稳定，还是比较重要的。灯坛，是，刚才有写过这个字。啊，这里它有个点，点在中间了。
以萌放行。追溯数值。行，我没事。写过很多遍了，注意这个弧线和这个竖钩的位置。放行。好，我们先写到这里吧，最后下一次课就可以把这个内容完成了。这个是这一次的临飞经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大原帖。我们继续上一次的内容，讲到这个斋中之华，是夸这个砚台的。我们说到这个大砚呢，就是大砚，砚通砚。我们继续往下走，看他再说，继续会说到什么。写到这里，好，下一句是由是而至，由是而至，由呢，这个由是中游的由，中游呢也是一个，写小楷非常有名的一个书法家。那他呢，这里跟他没什么关系啊，这里就是通假字，就是这个由是通由于的由，不是那个由于，就是由来的由。由是而至，就是一句，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，就是来到了这里，来到了，因为各种缘由，来到了我的房间里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好，我们看这个由，这个字比较复杂。好，它也是很紧凑的。我们上次讲到呢，它就是整个的风格是跟着这个颜真卿来的。那么这个字也是不例外，我们把这个字写一下。注意提按和承接转的地方，什么地方是连接的？一连，你看，带上来，笔意相连，有的。笔画可能没有真的连上，但是他们的意思是连在一起的。有，写小一点啊，我上次的课上写的太大了，那有的时候没办法。那为了能让你们看清楚，我也要尽量能协调出来一个适宜的大小，不能过大了。注意这个"是"，它不是在中间。它的这个"捺”，你看，稍微自然的往下调一调。注意这个"是"的这个结构啊。首先，这个框里面它就不是封死的，就是这个空间一定要给它空出来。整个这一块都是空着的，看到吗？这块都是空着的，你不能把它填满。填满这个字就太死板了。然后其次是这个底下这个竖呢是偏左，它是在偏左的这个位置竖下来的。这个结构要注意了，它不是在中间，它右边拉的比较长，所以看起来也不会特别歪，就是会让你觉得这里非常紧凑，就非常紧凑。是，而。而也是非常颜真卿啊，这个像他那个自书告身里面的非常像，要写的饱满丰满，不能瘦弱了。你看，虽然线条不多，但非常匀称的饱满。点下来，接着继续接，好。所以基本上，你看我这下面写大了，我会再写一个啊。你看，
我想说明的是这些笔画看似可能断开了，其实它们都是连在一起的。你看，我纠正一下，它这个头应该更大的，把这个大胆的写出，往上写，然后这里注意，要收住，去写，去往习惯了写就会比较适应。花盆啊，由是而至，花盆亦佳品，说明他手里还有个花盆。我们刚才说到他这个手里有个砚台，这个说他盈尺，那么大言盈尺就是大概1尺见方的一个砚台，风韵异常，就非常好看，斋中之华，那更显得这个蓬荜生辉啊。由是而至，因为这个机缘巧合来到了这里。那么花盆亦佳品，说明它这个并列，这里应该是个句号。下面开始说花盆了，花盆也是个非常好的东西啊。盆。就一样的，笔意相连。它的很多这个名字底都是这样的哦，是不是？花盆一佳品。这个"意"呢，就写的要把它挺起来，因为咱们这正常像我们写赵孟俯的时候，这个"意"就是非常的扁的，然后这赵孟俯的"意"字，那它放到这里呢，这个字就要让它立起来，左边撇要舒展开来，然后这个底下四个点的位置把它摆好，就不同风格的出现出来的呈现是不一样的。家，我们在上一个帖章中写到，文汇帖当中有这个"家"字。佳品，感，上去。第二个横是个口，用短横代替。这个感。再来一下啊，就是说咱们正常这个杆呢，这个底下不是一个口一个横加一个口嘛？这里是上面这个笔画带过来是第一个横，第二个横是把这个口给省略了。其实这是行书行草里面的用法，这口是可以用一个短横来代替的。我们再来一遍，调一下笔锋。直接弯下来，上去一、二，上去写那个戈钩到这里，往上走，杆和杆和后羿，杆鹤后羿，都是这个字，荷花的荷啊。带过来，绕一下，加重，撇出去。注意这里有个加重啊，这里有个加重，就是说注过来是这个
单人旁绕过来，是这个可，加重拖出来，自然一些，自然一些。后羿，厚就是厚薄的厚。我们诚心堂只写过吧，这个勾非常的严了已经。后羿，注意这个勾啊，它这个子的地方比较重，不要有任何的，这勾的时候也是要干脆利落的勾上来。意是意思的意。注意整个字的重心。刚才说到这个感和后意，感受到了你厚重的这个情意啊。意是交换的意思，那这个龟是什么呢？传说中是，就是戏称啊，这个蔡襄非常懂墨，懂这个老墨，所以。这有一个制墨的名家，要注意这个意，先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日，很多是这样写的，包括像雁塔圣教序，不是雁塔圣教序，吉王圣教序里面有很多，有一个意字也是，直接用这个上面是这样子来代替了这个日，对吗？这样撇下来。然后再这样的一个易容易的易的写法，对，所以就是，比较有名的，说到这，会说回这个龟啊，以，哎，我漏写了一个易龟啊，要说这个龟，这个龟呢是就是有个特别有名的一个，制墨的。叫李廷圭，所以这个圭呢，就指的是那个墨块，就是李廷圭所制的墨块是非常有名的，那文人雅士都是想要这样的墨，像这个蔡襄喜欢收集这个墨，那喜欢收藏砚台，也喜欢收藏墨块墨条。那还有米芾比较喜欢收藏石头，就是他们这些文人雅士呢，也就是寄情于这些文玩当中吧，也是一段佳话。所以这个注意这个字的位置，稍微这个右边要靠左一些。注意这个口的形状。
若用，伤于六里。有机会我们可以写一写真亲的，自书告身。那像这个伤也是非常的严风啊。临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，其实他写的是非常畅快的。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。鱼，六里，这次呢会继续把这个讲到这边，然后下一次课会集中来讲一下作业。然后做一个整体的一个，讲一下这个整篇的这个临写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。其实道理是一样的。真则照壁，照壁是形容那个和氏璧。难舍。尚未觉知，照壁难舍，就形容他手里这块墨呢，非常难，非常不舍，非常不愿意去拿它来交换。上，注意这种线条的连贯性，以及这里写不好的话，非常容易扁，非常容易扁锋，就是所有的这个，注意这线条过来绕过来是一个中锋线条。那么你的外形可以改，你的笔性需要去，就不要有这样的，怎么来形容？就是不要有侧锋出现吧。因为转过来之后，你这里不是一个拧着的线的话，就特别像，侧锋，笔就扁掉了。好，那这个就先讲到这里。我们下次把剩下内容讲完之后，把整体的会，全部通灵一下。好的，我们进行最后一个部分，就是这个胆巴杯。我们也是好长时间断断续续写了这个内容，那也是应这个，需求，我们来把接着后面挑一些比较重要的字来给它临习一下，然后呢，我特地把这个格子叠小了一些，比较能够接近它本来的大小。它是适合稍微写大一点的，但练习之前的练习的大小是没有关系的。我把格子折得小一些，小一些，一张纸也能
写的多一些。我看看之前写到过哪里，有很多重复的字啊。可以从这边，纵火这边也写过了，我看一下。对，绮丽，我来找一下。立委由这边讲，多寡。讲，OK，写到讲，那我们这边从这边开始写吧。我们从整开始，能够希望能多写一些。整，熊，熊，写的很小啊，应该再写大一点。我把。格子想象的更小了，看不太清楚。变，大师永安等。安可以写一下，注意都不要特别粗、特别尖的部分，看它的起收都非常的圆润，不要搞特别尖的东西，不适合赵孟俯。这是一个。一个这个竹字头的一个简略写法。那所有的起头都是没有。竖，包括竖的起头没有特别尖。喂，主持。元贞元年这些都写过，护卫。
这个点的位置不对了，往左走一点。喂，众生曰：将有圣人兴起，就是这里面的提案。山门即为焚书奏徽广告，人欲圣皇太后奉金皇帝为大功德主祭，众生汝等汝，这个等又是另外一个等了。这种连贯性，往上翘一些，走，如等，记，注意紧凑，讲写国妙法莲华，莲花就是莲花，莲华就是莲花。自然停住的那脚，不要收肩。回一下，好，复相待无有，这些都写过了，召集神灵，灵吧。非常行书的东西。
竖下来一个，两个，又是一个横，零，哟。上去撇，注意这里非常的紧凑。五，上弓，那就有个连贯性上来的东西。自然的模仿，一切模仿都是以自然呈现为目标，不能成为画字跟写字是不一样的。弓，瘦，无量，福香华果耳之肺。皆度我私财，且欲言。受命之福。收好一点。其实这里不是收啊，这里是就是这个笔翼要带上去，这样连着下来的，是这个意思。志写过，东宫既见已就。这个字呢，先写两横，然后再这样撇过来。好，这个是赵孟頫的《胆巴碑》。OK， 那本周的课就先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